少佐，护送文物转移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命了。是哪个中队？是你最钟爱的第三中队。所有车辆也要检查好。都检查过了，明天早上6点准时护送离开。嗨。 少佐，今天没有去练剑？没看到，我正在忙着嘛。转移文物的事情非常重要，我必须事事亲为啊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说不定我帮得上。哼，不需要了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运送文物事关重大，可千万不要有任何闪失啊。 这就不需要你费心了，我已经做好周密的安排，而且我会亲自带队运送。不是说这个点儿黑木龙会从道场出来，路过这边吗？我怎么到现在一个人都没看到？小师叔，再盯一会儿，我相信聂队长的计划。 我们是来报案的，我姐被人欺负了。姐，快跟长官说，快说呀，你快说！姐，走。哎，聂队长怎么样？就在里头呢。队长，你被清理干净了。好，你在外待着，有监控通知我。 好。
M龙，打电话给军营，就说明天运送国宝的计划有变，改到7点。我是不会打的，你们不要太天真了，报告彦洛。不打，小心我割破你的喉咙！就算我打了，你们也不会成功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会成功呢？哼，如果我失踪了，你说大佐？ 会不会改变计划？啊！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，所以要麻烦你打电话给黑木大佐，就说你今天不回去，留在军营里，明天早上再回去运送国宝。我是不会打的，还不打？打不打？啊！好，我打。把我松开。别急，我来替你拨。 恭喜恭喜，我是黑木龙，请给我接军营。过来，起来！我警告你，千万别耍花样。 毛希，毛希，我是黑木龙。嗨，少佐，通知第一中队，计划有变，明天早晨7点出发。嗨，改为7点，马上通知。嗨，少佐记错了吧？通讯兵，到，马上通知第三中队，明天护送文物的时间改为7点。嗨。 打电话给黑木大佐，快打！快拨呀！拨呀！莫西莫西。 我是黑木龙，请大佐接电话。大佐已经休息，黑木少佐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就由我来转告。今天晚上，军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会留守军营。明天早晨，我会和第一中队一起过去转移文物，请大佐放心。军营那边怎么样了？军营的事情不用你管。 你只要管理好你的车队就行了，最重要的就是车队不要出问题，啊？什么车队？我打过了，你们满意了啊？那还得看最后的结果。香儿，张嘴。刘山，把你弟弟叫来。好。 队长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外面很安静，很安全，没有一个人。我们撤。这里比较安全，我们暂时。